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安。游戏有声音吧？有，OK。这法终结于我手。好，可能不应该选他。只有我选这个。基本上游戏里面出了两个新角色吗？巫妖变成两块寒法师，然后还有一个新的流浪剑客，碎神之力。魔法终结于我手。要走精灵吗？应该把左键快捷棋移动棋子拿掉。我肯定能迷住你。有点抖。有点抖，看一下这个大是什么？碎神之影，普通攻击总是能对两格范围内的敌方棋造成58建设伤害。这下牛逼了！他和所有方恶魔获得60秒的攻击大幅提升，所以是恶魔流了。等一下，他是战士吗？就是特别适合恶魔流的战士。好，这应该要拿两个混沌骑士吧？这样还蛮稳的。可以考虑拿蝙蝠骑士，或是。看，我们其实可以走恶魔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其实我们可以走恶魔流，我们可以直接进恶魔流。现在连这个都有，然后还有恶魔骑，虽然恶魔骑没有太好，就是了。离间装，等一下，那个也太强了吧？等一下，这个配恶魔也太强了吧？啊、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肯定能迷住你。哦，我从深海中来。对，一个小问题是，有多少恶魔？一个，两个。等一下，他也在玩。他怎么也选这个？啊，他少上了，他要是短连败吗？三，其实还蛮多恶魔的。我没有遇到恶魔，所以上这个就还好，蛮划算的。要拿天神吗？乐器，有点尴尬，可以拿电魂。OK， 我应该需要输出。这样是不是应该拿巫妖啊？不要拿这只，拿巫妖，这样有机会可以提前上三发。感觉打不赢的感觉，要变身了没啊？狙狙，好讨厌啊！而且如果有人跟我抢这个的话，其实还蛮不好的。我肯定能迷住你。亡灵，三精灵，立符
还是双拳，并无区别。我还差一个亡灵旗，然后可以上塔把亡灵摆出来，或是再差一个精灵。他把它拿下来了 ，OK。如果有两个人走恶魔流，通常就不划算了。OK， 战战，好吧，好像还是会输，没关系，一点点伤害而已。象棋甚至有开启走连败的可能性之类的，有没的？这是第三个骑士，大概应该要上了，升级上去。我们骑士应该好像应该往后摆哦，骑士也有被 buff， 骑士也有被 buff。其实现在这开起来会有，他没有血哦，我记得骑士有被 buff， 就如果开起来好像有什么法伤护盾之类的，会加护甲跟法。魔法护盾之类的我们会赢吗？我们这里有一批很便宜的小鹿，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个德鲁伊 ？OK， 你愿意。绿色保护着我前。魔矛破破向敌人，魔矛我肯定能迷住你。这是什么？盟中比赛吗？把三精灵上上来吧。你现在比较偏向法师哈。他有亡灵吗？他有野兽？狙吗？感觉是狙狙。精灵不知道有没有划算，就我干这个会有点痛。魅影之杀派我来此，不知道要不要留这只，其实还是不错啦。电魂，现在这只偏弱，这只也偏弱，我们蛮需要三骑的，可是他也不需要精灵啊。要放谁？刺客吗？还是放法师啊？其实也可以放三法。这代不用了吧？其实把他们后排敲翻还蛮开心，就是。电魂真的好强啊！我本能上的不想拒绝两个伐木机，现在这样哦，好啦，那就想办法存眼前。现在这个巫妖的大变成冰霜魔盾，增加他的护甲，减少造成少量伤害。
还会降低别人攻速。要亡灵吗？没有人类，所以接下来应该会想要把它换掉之类，或是走龙骑之类的。我是哪儿的？我是身体。我们唯一的高费骑子，可能应该比较，可能比较需要拿蛇法。想一下，我不觉得我打得赢，我打赢哎 ！Oh my god！精灵守卫，OK。精灵守卫感觉应该要买。我可能甚至愿意把这个跟这个卖掉，因为这个其实现在也没有最大。我现在很需要存钱啊，虽然大家经济也看起来都没有好到哪里去。不过我们还蛮有可能会输的，我们其实还蛮有可能会输的，我觉得。等一下，这个大不是超烂吗？等一下下，等一下下，他没开出来。OK。等一下，这个大将不是超烂吗？因为他这样就等于说不是法师了。就没有那么法师了。我就是你眼中的毒。所以我感觉还是会想要把巫妖换掉吧。等一下升级上去再把巫妖换掉。我们大概是有一些微的机会走精灵啊。主要再找另外一个法师，我还要直接升到七等了。啊！我超想玩他这个阵，可他现在这个阵没有办法打后期，他那个不是可以打后期的阵容。我们现在基本上有点看，等下这范围也太大了吧 ？Wait a minute， 这范围有点大，这 CD 多少？十秒？我们有连败吗？没有。在下轮才会有连败。Oh my god！ 该开船了。大大，您的意思是这样吗？那跟他已经差超多钱了。如果打输的话，把它卖掉，然后看要不要抓，看要抓这个还是这个。有其他人在走那个吗？哦，他完全在走恶魔哎、欸！他在耍憨呢、欸，他在耍憨，他没有上这只。好吧，这样我们感觉不大能走恶魔啦。可是现在我干、哦、这第一名 ，fuck， 他还把狼叫出来，让我们损更多血。打出要卖这个。其实我可以敲这个敲恶魔起来之类的。嗯 ，OK。差点忘了，我还想到我要怎么样拿乐器。Oh no！ 让、啊、我们躺在这兒。
反坦有点站的有点边边 ，OK。反正打不赢哎、欸，我们好弱哦、喔，我们只有一只那个而已。哦，哦，哦，他死了，应该 GG 了。这巫妖还是有点过弱。感觉是卖这个啦。我想，如果打赢的话，我想卖这两只。会打赢吗？第七轮，我比较想要把这个上上去，然后把这个拿下来，然后换另外一个法师。所以刚刚人类法师其实也值得考虑。G 吗？干干，我觉得他超 bug 的。我觉得巫妖超 bug， 他放到一个死掉的人身上，难道你就不能让我对你们有多一点信心吗？这样应该互换位置。感觉我们是走龙骑了。我记得骑士有改强啊，印象中似乎有改强，可是没有显示出来啊，所以有点抖。他打赢我们 ，OK。美若冰霜。来见了巫妖。这是什么？很高兴认识你。我要等到50块再来筛。海军应该不拿，海军放不上来。打输卖掉小鹿，有其他人走法师吗？这里看不出来，有其他人走骑士就是了。这只差超多的，我相信你们也感受到了。哇，他刺客还是打赢我们，不过刺客一直被 nerf 啊。是匹黑护甲的骑士，这个减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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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可以用直接这个用这个上，我比较想要这个把它升上去。Oh fuck！ 狙，他六次了。
可以把这个卖掉，感觉不应该就是了。好，接下来可以上三法了，然后上精灵龙吧。我们大概要转成三龙啊。反正有盾没盾的差别哦，他还有护甲啊。我有盾没盾的差别还是差的有点太多。哇，竟然八等四十八块！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？嗯，龙骑要拿。龙为战争而来。我靠！这是什么？龙中比赛吗？绿色保护着我前进。我要开始存钱了，希望这样够强啊！说实在，理论上应该还行啊。就我们输出是法师，有点比较陡。哦，好吧，可能不止有点而已。fuck， 感觉血量好低哦。这是什么？龙中比赛吗？我乘光而来。正义，等一下，两块钱升级上去，两块钱骑的几率也是一样啊，三星小小，感觉。这些磨面的瘟疫守卫，感觉有点痛啊，有点太痛了。啊，可能要憋两轮哦，到底划不划算啊？骑士弹又弹不住，感觉可能应该直接，因为现在掉血有点掉太多，可能应该直接用这个身上混沌三星，这应该不会掉太多血啊，理论上。只是一个理论，十一太多了 ，fuck。好，这里如果没有再看到混沌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要啊，来不及了我七等待的有点太久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哦，我们打赢了，错觉，哦 shit， 奇葩。
25轮是野怪就是了，应该打得赢吧？应该是好打，我记得是好打的野怪啊。我们还要拿到。啊，还有这个可以升。我乘光而来。我就是你眼中，我就是快要被我掏的老鼠屎。应该会蛮好打才对。25轮文蓝升级。我们可以选择升这个的上两星或这个上三星。反正法师阵没有电魂真的不行，或是舍弃法师，然后上三龙。OK。魔法终结于我手。卡恶魔，第一名是恶魔，才对。嗯。我有正义。为了正义。战争而来，没有攻击装，找不到最后一只这个。奥利加在，然后28轮，这是什么？一浪高过一浪，是平黑护驾的骑士。我肯定能让敌人在我的天底下哀嚎呻吟。OK， 67打赢可以卖。很赞。OK。不是最后一名，走双恶魔下去了，因为第一名走双恶魔了。好，我应该想办法变强啊。毒液已准
备妥当。巨龙为战争而来，沉睡的巨龙苏醒了。OK， 这样可能够哈。这个箭射可以清那个。这个晕，赞赞，两个两星龙骑还蛮靠谱的。死亡先知应该不大可能上了，前六，这一轮是野怪，应该要打得赢。喷射犀牛，刺客还在，对不对？刺客第三名。刚都没有遇到刺客吗？他们也没有三，他只有三星大叔。干太陡了啦，还差两只。还没找到这个，这第一名 ，fuck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吗？GG，比我先死，比我先死。GG，哦耶，GG。第五名哦，还行还行，他应该也要死了啦，他有吸血，他也没上术士，就两个疯狂面具而已。我记得是有 buff 那个，看他恶魔怎么组，这还蛮一般般的恶魔组法哦，他差一个，现在恶魔真的超强啊！看他能不能拿到新的恶魔，然后新的恶魔其实还蛮头大，他现在是野兽，哎，好强哦！这怎么三星的？这个三星其实会对这个很好，因为会让这个很容易拿到三星啊。其实他这也不一定一定要上恶魔阵出来啊，他们两个可能要打一阵子，哇，他打不赢啊。能不能让我们看到流浪剑客呢？哦，三星魂兽，轻轻松松，这个给他也太浪费了吧！他感觉是第一次玩欸，然后很幸运拿到，他可能很熟悉野兽战的部分，可能是把两个野兽换掉，然后换新的恶魔战之类的，然后两个恶魔战都摆在这里。
这样大概才会值得放那个，才会值得放敌法上去啊。相对来说，哦，他打赢哎，这样他应该打得赢。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其实应该蛮看运气的吗？哦，看摆位吗？他们俩都是抢几乎一样东西。他几战？六战，六战四巨魔。双风脸真的很秋啦，他有四巨魔吗？没有，两巨魔而已。他一样也是四野兽，我靠！这应该他应该会打赢。他有办法打赢吗？我觉得他可以打赢几率很低耶，应该完全是看巨魔啦。如果他巨魔攻速再快一点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帮助。而且这样，他现在还有放这个憨骑士、憨战士，所以小小把黑龙王丢到角落是。其中一个输掉这个决斗的方法，不过因为他这个有两个凤凰面具，所以他并不害怕。名锤，哇，剧毒术士三星。两个魔力装，剧毒刺客，剧毒术士。他有两个三星，理论上应该是他要赢。可是有几个考量点啊，就是，哇，他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。不过现在那个末日守卫其实是随机挖这个一堆小憨人，一局，哇，到底谁会赢啊？现在还真的看不出来。对啊，这是新的流浪剑客，他看起来太不恶魔了吧？其实他这样可以把这只换成那个另外的亡灵术，或是。可以换成比较好的术士啊，他只拿到三星单位，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、欸，他可能也没有在找这个。然后对百位大也没有很熟悉的感觉。Oh my god， 这个大，他魔力装没有给这只差超多了，他刚敲了在五下才变身呢。他只要对敲到那个，应该他就会赢啊。其他把，哦，你现在三野兽为什么要这样？他把这个卖掉吗？他现在只有把装备都给他了，啊，
这个极限法兄超可惜的，因为如果给到 他身上的话，会增加他的魔力，也会增加他的血量，所以他会更难杀死，然后更快开大，等于更强。三 ，OK， 哇，这只真的让恶魔变超强。所以流浪剑客强吗？强，在恶魔流里面他超强，然后再甩到另外流浪剑客，然后用这个把他升级上去。尤其是有这个啦，其实如果他前排有一个战士在换成这个换成那个末日守卫带，末日使者带 OK 啊。在干嘛？哦，但还是有野兽嘛。不过这样子术士其实就稍微比较尴尬一点。我不知道他这样好不好、欸。刚那个是没开到大吗？哇，他被沉默了，他被丢到角落了，他可以变身了，可以扭转局势吗？被沉默有点久。哦，他死了。GG?